各位自行再打开这个九九乘法表。这个九九乘法表主要做什么？就以前我们学过了，小学到一年级、二年级开始背那个嘛。那只是说我希望怎么样，用几种方法帮我产生九九乘法表。那九九乘法表部分的话，哈，有切过来嘛，哈 ，OK， 好。那等于什么呢？等于这个储存格，这个是乘数。那乘的话就是一个符号 ，and 串接，串接什么？串接一个 x 好了，以 x 当成是串接符号，这个是被乘数，乘数，被乘数，然后呢，相乘的结果，把它写在哪里呢？这个加一个等号，所以串接我想应该没问题吧？串一个符号有没有 ？x 跟等于，那最后的话呢，再 and 什么呢 ？and 把这个实际上乘上什么？乘上这一个，打勾，但是如果你向下一定是不 OK 的。因为你要锁住你应该锁的，那锁哪一个呢？特别注意哈，因为上面的不能动，所以一列你只要看到一列哈，哎，你要把列数给锁起来，因为你 B1 哈，这个列不能改，这个也不能改，有没有？所以你把一列给锁起来，然后打勾之后向下填满，它就没有问题。但是你向右现在应该也不 OK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栏数 A 栏有没有 ？A 栏不能动嘛，所以记得如果你要向下。向右也正确的话，那这边可以怎么样？改成把 A 栏也锁起来，哦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它的一列跟 A 栏锁起来，其实答案就出来了，向下、向右就一次完成，哦，这个我想是蛮基本的一个栏列锁定的观念。但是栏列锁定的观念，如果你希望哦，不要用栏列，假设我今天函数，如果我希望用什么？用前面讲过的检视与参照 current， 哎，这个函数配合一个 row 函数，可不可以做出九九乘法表？其实当然也可以啊，一样怎么样串接啊 ？and 什么呢 ？and 一个 x。如果我说我今天呢，我不要上面的栏位名称，而且不要管栏列锁定的话，那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current 跟 row 哈 ，and， 然后一样是等号串接什么呢？在 and 把两个相乘。current 跟 row， 哦，这边把它复制好了，直接用它这样，然后中间把它改成相乘，哦，乘，有没有？哎，如果你打勾之后的话，你会发现哦，向下、向右，过头了，哦，再回来，好，九九乘法表出来了，应该可以理解吧，哈，哦，所以很多地方哈，哦，主要我们可以啊利用锁定的技巧。或者有些地方即便没有锁定技巧，但是你可以用 color 跟 row 去抓到你应该抓的位置啦。所以很多地方像前面很多个练习题哈，里面都有用到 color 跟 row， 所以这两个函数其实还蛮重要的哈。这第二个，第一个是公式哦，这个栏列锁定。第二个我不用公式，我用函数。第三个用 VBA， 按下它，自动帮我显示出来。哎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当然有个清楚啊，清楚比较简单哈，哦。那当然上面1到9跟1到9这个自己把它输入上去哈，哦，然后按下它，哎，自动帮你把这个结果做出来。哎，这个要怎么做呢？基本上哈，哦，这边需要跑两个回圈，第一个回圈呢是蓝回圈2到10，第二个回圈是。哎，对嘛，跟其实哪一个先哪一个应该是2到10是 I， 然后 J 的话是2到10，所以呢这一个储存格好，哦，是 cell 是 IJ， 输出的话就是因为我是2到 J， 所以把它减掉1哦，因为它原来是从2开始，那把它减 1， 这个也减 1， 等于 I 减1乘上 J 减 1， 有没有啊？其实就跑出来就是这个结果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因为这个好，直接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，基本上哈，哦，一样是 for i 等于2到10列，因为我要输出的位置 ，j 也是2到10列输出的位置，所以你其实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，你就知道该打哪一栏哪一列哪一栏，那输出到哪一栏哪一列呢？将来哈，其实你可以用 sales ij 来表示，这个所谓 sales ij 哈，它意思就是说它会先执行 i 列。然后呢，嗯，这个追栏，所以它会先同样是二列，追的话呢，哈，会先执行二二嘛，就这一个，再来 two 就二三，二三是这一个，再来二四，二五，以此类推，
它会先帮我把整列全部跑完，再换哎这个 nest 有没有？这个 nest 一直跑里面嘛，啊最后跑到10了就换下一个 nest， 那 i 就变成3了，所以会变成3列，那一样再继续往下跑，为什么？因为追2到10啦 ，OK， 那一个一个的去做什么呢？哎，所以后面的话你可能需要什么输出什么东西，输出的公式哈、哦，哎基本上呢跟前面的东西还蛮像的。输出的 M 啊，哎，因为我从2开始，那上面是乘数嘛，所以用 J 开始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后面这个是被乘数，是 I， 那因为它是从2开始，所以分别把它减一，减一之后哈，才有没有二减掉一，不是刚好从一吗？一乘一等于有没有？一乘一啦，就是一等于一，啊你就把它输出。啊 ，next 换下一个，换下一个，哎，以此类推，全部就输出完毕了。那当然清除比较简单了、啊，你就给它空字串，反正整个全部嘛，一个个出清除。但如果你不要一个个清除啊，你可以怎么样？整批的清除，哎，这边把它这个注解一下哈、啊。如果整批清除应该还记得啦，你可以打一个 range， 有没有？如果你要整个清除，这个前面都有讲过哦、啊。哪一个范围呢？比如说从那个 B2 啊、哦，你可以从 B2 一直到那个多少呢？J10 啊、哦，然后呢把它点 clear contents 这个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、哦。所以你当然上面的写法是一个一个的清除，这个是整个清除，所以理论上当然哈、哦，下面这个方法哈、哦、会比较快很多。尤其是你大量试算表的话，那请你改用这个方法 ，OK， 试试看好了。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，OK， 那九九乘法表哈，里面主要就是利用那个蓝列锁定跟 column 跟 row 哈，另外就 VBA 啦，反正有三个工作表哈，试试看哦。